2012年10月的一天，赵县饭庄市政管道铺设施工正在进行，工人们无意中碰触到一个坚硬的石体，经过仪器检测发现竟然是一座古代石桥。这座古代石桥距离赵州桥仅仅21公里，凭测量的弧度推测，可能比赵州桥还要大，这自然引起了当地文物部门的重视。2013年10月30日，文物部门的勘测现场围满了群众。经过对当地百姓的现场调查和走访，深埋地下的古石桥面目逐渐清晰了起来。哎，这座桥啊，应该是一个多孔的石拱桥啊。我们首先测量它桥面的弧度，再一个我们就结合它出土的实物，就是腰铁。刚才我们都看到了腰铁，腰铁这个重量和长度啊，都比赵州桥要大一些。所以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认为它一是比赵州桥要大，二是比赵州桥要长。这个桥它这个长度至少在100米。正式的考古挖掘尚未开始，当地群众已经期待着这座古石桥早一天重见天日。学者们也开始揣测，中国古代石拱桥的记录会不会被再次刷新。为什么古代赵州的石桥如此密集？这是因为赵州曾经是一片水乡泽谷。石家庄地域水库的鼻祖唐代水库碧洪的旧址就在这里。水系发达，富足了地方百姓，但如此纵横交错的河区水网也阻隔了陆路交通。石桥的出现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那么隋代的赵州桥为什么要修建在这里呢？如果仅仅是为了方便两岸百姓出行，它为什么要修建得如此巨大呢？这还要从赵县的地理位置说起。赵县位于华北平原中南部，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历史上一直是重要的粮食产区，所以自古以来这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条超过2000年的古道，就是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国道的秦池道。隋朝修建的赵州桥就位于秦始皇时期的池道之上。6世纪末，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强大王朝，但帝国的边土却一直被剽悍的游牧部落所觊觎。为了统治的需要，隋炀帝派兵出征一直未臣服于中原的北部边境王朝，然而奔腾的萧河水阻挡住了将士们出征的脚步。隋炀帝第一次出征是在公元611年，但早在4年前，即公元607年，他
察就已经下令修筑了从陕西到北方重镇涿郡的驰道。赵州桥最早可能的营建时间大约是在公元605年，这与隋炀帝为了东征积极备战的时间恰好吻合。迫在眉睫的战争让隋朝的皇帝急需一条连通洛阳和北方边境的大路，而萧何上的赵州桥将为这个威望日隆的帝国铺就一条通往巅峰的坦途。据史书记载，隋炀帝的军队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960余里，仅仅隋炀帝的御营就连绵80里。这样的出师盛况要求赵州桥的修建必须宽阔平坦，因为隋炀帝东征的100万战车要从赵州桥上开赴战场，浩荡北去。在古代中国，人们深信修桥筑路是造福百姓、行善积德的好事，所以地方的乡绅商贾通常会集资修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赵州桥的修建也会是这样的方式吗？水经注成书于公元6世纪，是中国古代一部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它里面收录的一篇文章涉及到了修建一座单孔古桥的人力成本。太康3年11月初动工，日用75000人，至4月末止。参考这座不大的石桥所耗费的人工，我们可以大略算出赵州桥当时的工程人力消耗。当时赵州所辖11个县加起来只有148156户，按每户平均6人，结合青壮年平均比例计算，赵州桥仅仅在搭建阶段的劳力资源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还没有涉及到赵州桥石料的开采和运输。全部用石料建成，共用石块1000多块，每块石料平均重达1吨。但赵县本地并没有山石可供开采，那么赵州桥所运的石料又来自于哪里呢？位于赵州桥80公里以外的这个石料厂，地处太行山路东侧，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近的石料厂。即便真如专家推测，赵州桥的石料全部来自这里，在只能依靠畜力和肩挑手抬的古代，将数量和体积如此巨大的石料运往80公里以外的萧何边，依然是一项无法想象的大工程。如此重要的军事用途，如此庞大的资金支持和劳动力调配，都让赵州桥的修建变成了一项关乎帝国前途的国家工程。那么，如此重要的重点工程，它的修建者又是谁呢？地势的干涉。
回荡在景区里的这首民歌叫《小放牛》，它以儿歌、美术甚至戏曲的形式，在整个中国北部流传甚广。歌曲中的鲁班被当作是赵州桥的修造者，流传了上千年。鲁班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位发明家，他的名字常常被用作对能工巧匠的赞许。赵州桥的建造者被讹传为鲁班，对于真正的修建者来说，不是一种辱没，更像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赞美。关于赵州桥的修建者真实与传说纠缠了1400年。关于赵州桥最早最重要的历史记录是唐中书令张家珍在《唐文萃》一书中的记载：赵州萧何石桥，隋将李春之计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对于这段文献，梁思成如此解读：正可表明这桥的造法及式样，乃是一个天才的独创，并不是普通匠人沿袭一个时代固有的规矩的作品。这真正作者问题，自当格外严重些。时距隋亡仅百年，据说隋将李春当属可靠。仅凭这片纸之字，今天的学者已经无法拼凑出李春的完整形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身世做一些合理的猜测。这个李春他肯定不是一个一般的工匠，一般的工匠那得成千上万，不会留下这样的名号。另外呢，他也不是一个官员，如果他要是官员的话，他在正史和县志当中就应该有记载。所以啊，这个李春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个赵州桥工程的设计者和组织建造者。明资匠栾空竹，常上匠何喜亮，都料匠也许是李春最为接近史实的身份。他类似于今天的工程监理，被群工尊为师傅或长老，是工程营造的具体设计者和组织者。能参与修建如此的旷世之作，是李春的幸运，更是赵州桥的幸运。面对奔腾的萧河水，李春首先要解决怎样的难题呢？什么样的桥型既可以满足隋炀帝东征车队的通过，又能抵御萧何夏季暴涨的洪水冲刷呢？中国古代的桥梁根据其结构主要分为三大类型：索桥、梁桥、拱桥。索桥稳定性差，摇摇晃晃，不利于古代战车的通过。梁桥平直，虽然利于行车，但单条石梁过于沉重，施工和运输都比较困难，抗震性不强。在科技馆的一次模拟试验中，我们可以轻易看出梁桥在强力的震动中是多么的脆弱。同样条件下，拱桥的稳定性具有明显的优势。石拱桥是中国古代比较常见的一种桥梁形式，但李春时代的石拱桥更多的是什么样子呢？
在北京北海公园和颐和园里就各有一座玉带桥，它们采用的都是常见的半圆弧拱。这样的石桥虽然优美完整，但大跨度的桥梁选用半圆弧拱，就会使拱顶很高，造成桥高坡陡。所以这种大弧度的古桥更适合于步行，而不利于行车。一直以来，它们被作为风雅的装饰，更多的是出现在古代皇家的大型园林里。因此，便于通行、相对平滑的圆弧形拱，成为了李春对赵州桥桥形的唯一选择。赵州桥呢，它是圈啊，一个大圈，就是28道圈组成的。那么它也是尽量的减缓了这个坡度，就是我们说的，实际上，比如说我们从圆的顶端取一段啊，它不是那么大的弧线，不是那么大陡的坡，那么这样呢，便于车辆通行。决定建造如此大跨度、低桥面的石拱桥，李春解决的还只是一个桥形的问题。但随着赵州桥从图纸落实到地面，更多的技术难题还在等待着他。一つはアーチ橋の難しさはこのアーチの大きさ、スパンですね。スパンにもよりますし、それからアーチライズ、そのアーチの高さとスパンの比。が一つ指標としてある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れが非常にアーチライズが低いというところで技術的には非常に難しい橋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赵州桥全长64.40米，几乎可以横跨一座足球场。主孔净跨度为37.02米，比篮球场还要长出近一半。而拱高只有7.25米，拱高和跨度之比为1:5左右，完美的实现了低桥面和大跨度的双重目的。梁思成如此评价：这样大的单孔圈，在以梅式为主要建筑方法的中国，尤其是在1300余年以前，实在是一桩值得惊异的事情。通过与欧洲空券桥的比较，梁思成得出结论：真正的空状券桥至19世纪中叶以后才盛行于欧洲。难怪面对李春的设计理念，梁思成会发出这样的赞叹：真是可惊异地表现出一种极近代的进步的工程精神。几乎所有去过赵州桥的人，对桥身上的雕刻图案都会印象深刻。栏板上的雕龙刀法细腻圆润，极富动感。画面里虽然没有雕刻一个波浪和水面，却给人以水涛荡漾的感觉，让人觉得局部被水淹没的蛟龙是在碧波中自由游荡。今天，在这些雕刻精美的隋代原物上，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古代工匠们专注的目光，感受到那个时代不羁的浪漫。中国文化的特色在不少程度上是一个合理与浪漫的巧妙结合，从而在建筑工程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中国的桥梁没有不美观的，而且不少是非常美观的。
隋朝的工匠们用石块在大河之上砌筑了一道美丽的彩虹。1400年过去了，李春们在历史的迷雾中离我们渐行渐远，但赵州桥却在无数中国人的梦中越走越近。走进宏伟雄奇的赵州桥，我们似乎也走到了1400多年前。这个叫李春的人，沿着河岸仔细勘察着地面的沙土，查验着桥址，监督桥工们的劳作，描绘着设计的图纸。他兼具着科学家的严谨和艺术家的狂热，用石块把精妙的数字推演凝聚成一曲超越时代的千年绝响。历经千年岿然不动，究竟如何解开赵州桥不倒之谜？童谣民歌、神怪传说、不羁的神话背后暗藏多少科学常识？鬼斧神工，天人合一，古石桥的建筑理念对后人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敬请收看5集纪录片《天下赵州》第3集《飞鸿远影》。